像音乐会，他们就是很安静，太好听了。你们昨天有来吗？对不对？昨天是不是超安静？太久不见了。昨天有来的举手，我看。对，你看昨天是不是安静到不行？我在想啊，因为昨天就是有那个 Line Today 的直播，因为有摄影机，然后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在害羞什么，就可能有镜头很紧张吧，我自己也是，所以今天感觉就是放得比较开。好啊，哎，你们都有吃东西吗？没有。有喝水吗？没有。没有喝水。渴吗？需要我去后面拿水吗？需要你滋润我们。需要我滋润你们？你是说我？好，你要吗？你要选吗？认真的，我是说，如果你要的话，我喝过的哦。我要喝过的。好，哎，等一下，我要讲什么？撩妹。我今天黄色很美吗？我昨天是粉红色的，今天是黄色的。摩登大蒜。哦，谢谢你们，我真的显瘦。摩登大蒜。一定要的。不然还显胖哎。因为昨天开场的时候听说有人在后面昏倒了，我就说要叫你们好好照顾自己吧。然后但因为那个女生就是她一昏倒的时候大家就像拿手电筒这样一直照她，然后我们进去照她干嘛，把她推出去，把她拖出去。但因为她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月经来了，然后就是她就是脸色什么都苍白的，所以今天